姐夫好。儿媳妇儿，今儿咋这么晚来呀、啊？快快进来，我跟飞去带带了。我的小芒果，我的小孙子呀！没办法，日本没气了，不带的话吃没办法吃。嗨，你吓我一跳！你这中文水平啊，茶打开呀，那叫打气。继续坐，赶快继续坐。来，婆婆给你炖了乌鸡汤。婆婆，我不饿。喝吧，我炖了4个小时呢，大的不喝，小的也要喝。婆婆，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说清一个事。你先喝，咱一会儿再说。我先去洗个头啊。哦。直接都被黑了。啊、难道婆婆知道我没怀孕，想要毒死我？儿媳妇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。妈妈，不行。啊、我的根筋倒了。这就睡了，得给这金丝猫送条金链子。怎么知道它项链的尺寸呢？我不知道，姑姑，人嘛，你不像蘑菇们会在一起，你也不能瞎这个手。你们俩倒是过来吃点饺子呀。不不，我不吃，我感觉你就饱了。有人我是说不不，你们俩在捣鼓啥呢？拿我的叫嫂子。金丝猫剪超花的都是中国媳妇，我就想继续感受一下中国的春节。你以为中国媳妇这么好当啊？你知道过年都有什么习俗吗？这个我知道，看到小孩子这问今年高了多少分、啊、感情单身的这问什么时候找对象、啊、遇到结婚的这问什么时候要孩子，看到有小孩的这问什么时候要二胎、啊、你们吵架的时候我都已经剪完两个了，你们看，当当当，这个叫喜上眉梢，就是一只喜鹊呢站在梅花树上面，太厉害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，喜欢什么就剪什么，来让我看你剪了什么。当当当当，有了它，不要什么我都会帮忙实现。寓意倒是好，可是中国不剪这个。今年是鼠年，还有米老鼠、Jerry， 你别笑，还有皮卡丘。你们春节还有什么好玩的？除了剪窗花，还有啊，见面互相说吉祥话，还有参加抖音的春节活动，分2K大红包。就是这个吗？我来先剪一剪，伯父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！哎，你个小金丝猫，这个你倒学得挺快啊！伯伯，不要不开心。如果我赚了抖音10000年给你打红包，我这么一直几十年的压岁钱都不给你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谁压岁钱啊？